来，老铁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刚收，不是收来的，有个老铁啊，让我给代卖一下。他是原来干开槽的，现在不干了。剩了几台机器啊，在家放也老长时间了，就是想卖掉。一个电镐加三个150的角磨机，都是开槽用的，都是上的开槽片，还有11张片，金元素的150的一个片。应该经常开槽的应该知道这个，11片片，然后机器，这个都没有擦，没有擦这个，它就是现在看了，成色都可以，没怎么用，没干多长时间就不干了，两个铁猫，一个 AAB 的是南通超能的，有想要的老铁啊，这几个东西啊都是一起出的啊，不单卖，是吧？单卖的价格也可以，但是稍微高一点，因为这个我没直接收，我只是给他代卖。有想要的老铁啊，给我私信。然后另外这个护照也有啊，护照他没有，今天没有带过来，护照和收把都有。然后明天他带过来，知道吧？